老婆，不要抓鱼。哇，这么大大张队又做这么一大锅鲍鱼虾跟海螺，只要你喜欢吃啊，我每天我都做给你吃。哟，小两口又做这么一大锅海鲜啊，这一锅海鲜得不少钱吧。大姐啊，不贵不贵，咱家有船，一包海鲜才几块钱。那行，那你赶紧给我来200块钱的。200块钱了，在咱们海边啊，这一张都用不完。等一下，我还要找你呢。来，听我来给你介绍介绍哈。老公啊，先别吃了，快给大姐介绍介绍。好吃好吃，真鲜。来，大姐啊，这个啊是咱们家扇贝肉，三包大个蛋黄扇贝肉，三包鱿鱼脖，每包400克，两包深海章鱼须，两包乌科乌尼沙的花甲肉，再来上两袋这样的春黄肉。等一下。今天啊，给咱点红心的哥姐再给您送上两只熬包肉，一共14包，只需要2.9，还包邮呢。哇，这么实惠呀、啊！怎么购买啊？下方小黄车。